对着这个影响着国内这，也在讲是司法界震动真大、震撼的这案件咧。这个总统马英九透早伫咧参加这国民党中常委选举投票时阵讲啊，伊看到这案件心情是真沉重，并且这嘛影响着这司法的公信。所以昨昏伊甲行政院长江宜桦来回想了后，决定要来同意曾永福的请示案。昨天我跟江院长商量之后，同意了法务部曾部长的辞职。因为在社会普遍质疑的情况下，曾部长已经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他法务部长的职务。另外呢，我们有鉴于这个案子的相关的人士都已经发表了意见，我也特别希望立法院王院长人在国外能够尽快地回国来对外说明。目前在立法院长王金平，即卖人伫国外是前往马来西亚主持伊查某囝的婚礼，伊定伫八月登来台湾。不过马总统表示，已经请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权来甲王金平来联络，希望王金平赶紧登来台湾向国人来说清楚。